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跳水男。今天我们到 Costco 买了一大片的鲑鱼，自己回来做握寿司。想要吃多大的鲑鱼握寿司，我们就做多大，我们吃到爽。还有这样一片整块拿起来啃，果然自己做的东西还是比较好吃的啦。然后不得不说，他们家的鲑鱼真的很新鲜。但一次吃这么多，其实蛮腻，我大概吃两个就不能再吃了，所以我要把它带去给我朋友吃。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追踪加订阅，还有我的 IG 跟脸书都要帮我按赞哦。拜拜。